大家好，今晚由张述慧同大家睇下天气。受一道低压槽影响，本港今日天气大致多云，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。不过天气稍为凉翻少少，徘徊喺29至30度左右。唔知听日嘅天气又点咧？一齐睇天当预测。唔該曬，天當預測聽日同今日差唔多，大致多雲，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，氣温介乎26至30度左右，相對濕度係介乎75%至95%之間。跟住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啦。嚟緊幾日天氣啦，會越嚟越好，到週末會天晴，不過天氣非常酷熱，最高氣温會升翻上33度。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。四個城市都有雨，其中澳門有雷雨，氣温介乎25至31度。另外四個華南城市方面都是全部有雨，其中韶關有雷雨，氣温介乎24至32度。最後看看四個主要城市。北京天晴，成都天津多雲，上海有雷雨，氣温介乎24至35度。好了，今晚天氣講到這裡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